好了，因为我是最晚到的，所以我有个叫大家起床的任务。先叫迪哥。谁呀？是谁送你来？哎，哦，你看错地方了。清早起来，来喝一瓶我们长青吧。那我们现在要一起去叫他们。走，我不能让这种磨难只有我自己承受。我们还用敲门吗？我觉得直接就来，给他那种冲击力。这是谁啊？怎么能这样做啊？刷开门。人呢？哎，哦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房间。你有毛病啊？不是，我忘记了。我是路痴。不是你。你连自己住哪都不知道是吗？我跟你告诉你，你好，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Hello， 你俩见过吗？我们在视频这样。嗓子是还在变声期，对不对？就是我。走，你最坏，你去敲门。朗朗哥，说实话，就是目前为止那个关系程度还不至于往人家床上飞。我们上去弹他的钢琴，他会砸我们吗？你会弹，你来弹个好的。对，就弹一个，弹一个。我们专门请了位钢琴师过来弹。对，哦，我还以为是啥？好了，啥你啥都不会弹，我有人一直被震惊。刚才啊，杨迪绝对是个坏人的形象，你知道吗？那边告诉那个床上，紧接着他一看你那屋是黑的。对，这么近啊，拖着你。符不符合您当年对我的评价？不偷都像贼。来，去找你妹儿，走吧。起床了，有衣服要洗吗？这边还有。好真实的起床，太真实了吧，这个人感觉要去倒台。睡咋样啊？挺好的。你的精气神一点没回来啊。呀，你是哪有偶像的影子？沙溢哥这身很那什么呀，你为什么要穿像个富豪一样？上微博参与青春环游记二能量榜，走呗，节目嘉宾加油。我们是2828。哇哇哇！
不一样。总统套房啊。导演真厉害，住这么大的屋子。我裤子，范丞丞裤子都穿反了，太着急了。真的吗？他现在插兜都是这种。都是这种插在后面。我也不想做一个 fashion icon， 但是很酷的一种。哎，这挺好，这个也。欢迎大家，现在青春环游记第二季正式启动。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让青春更幸福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个主题叫交新朋友。我们希望大家在交新朋友的过程中发现不一样的自己。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两位这个节目的新朋友，有请春游少年。各位老师好。哎呀，这位是，哎呀，贾玲老师你也在。我叫王树一，大家好。树一，我是02号春游少年刘红露，然后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见面。对，我们的任务呢，就是在咱们一整季的旅行当中，然后全程观察各位老师的表现。我们也会记录下每一位的点点滴滴，然后帮大家完成这个青春使用手册。春游少年在接下来的旅行中有可能会成为大家的敌人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。敌人啊，他们还有这个双重身份。再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好的，拜拜。玩得开心，一会儿见我们啊。正如昨天聚餐时我说的，这一季的青春环游记和上一季比有很大的变化，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一次有了角色扮演。这么热的天儿，我们的主题不是交新朋友吗？所以说为大家准备了合适的角色的服装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哎，导演改口好快，昨天说的是都是你的朋友们，是吗？一看我一脸尴尬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。今天的主题就变成了交新朋友。再说不认识就改了，叫与陌生人同行。大家来看一下，你们都有哪些角色？每一个服装我们都准备了大中小号。先看三样哈，下一个，你看到那个，你看看你现在，这个是我吗？现在，你没认出那是沙溢哥是吧？这是葵花点心，这白展堂。等一下，范丞丞才知道你演的白展堂，他这会儿才知道。那我是该高开心呢，还是该？你应该哭。那是谁？晨晨，你姐曾经做过很多工作。陕北的一条汉子，但是最近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娘。我谁的这么大呀？那个矮矮的那个是谁？这是蹲着的吗？能不能比例做好一点？没必要按照人的一比一，人周深在这儿呢。这按人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穿成这个样子，你还穿？坏了，你故障了。谁要喷这个？我跟你讲，今天一天节目组不用管饭，走哪儿都有给的。就这个，真的。我当时演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学校很多人去看，后来我们老师还说杨迪可厉害了，在电影里面配音。根本没认出是我演的，气死我了。只听见你声音，只听我声儿。哎呀。哇，这太帅了呀。这啥呀？周深，我都不配当个人吗？周深是因为电影《大鱼海棠》的主题曲《大鱼》得到了观众的喜爱，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角色。这怎么办啊？肯定会那种毛绒的玩具那种。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最凉快的是阿宝，我想当阿宝看。我也想当阿宝，我那也挺凉快的，露背。你那个肯定不可能是我选。你那个，哎，你那个不好动啊，你那个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角色扮演，但是各位，你们不能穿自己的衣服。为了了解新朋友，大家必须要。